阿姨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哎，小月，今天早晨有个人砸我租房子，我就把他带到你这看一看。哎，他一眼就相中了，小月就交给你了。你就收留我两天，我就是在这下班的。不过真想在这常住吧，早中晚饭我承包。哟，你怎么今天有空给我打电话？想你了，所以给你打个电话。你怎么了？这么久没见，想问候你，这就好。这里是我家，不是，游戏才刚开始。Game over。早中晚饭我全包。肚子。没事吧？有关心我。你可以搬出来，跟我说，你不会后悔的吧？好啊。